日本时代龙神桥头顶的人拢也是骑脚踏车，甲即卖龙神桥相比，富有一种淳朴的风情。玻璃电工所2012年的文化手册，目前已经出版啦。除了收集旧相片，也阁有对文学大师吴永福做详细介绍。吴永福先生过去在整个艺文艺术创作的部分，对整个国内世界上来讲都具有影响力。除了对吴先生的怀念怀旧以外，向埔里镇所有的镇民来征询家中所收藏的旧照片。哦，较早的城隍庙哪会甲即马差济？幸亏文化手册玻璃顶头周义雄才知影，即马城隍庙是较早日本佛寺，整个建筑形态拢无啥共款，相当的特殊。因此出版这款文化手册，唔但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，同时嘛，让后代对着古早时代有一个影像，通好参考。有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乡村的历史，其实我们很空洞嘛。啊，如果有影像的话，哎，那个历史感觉就明显就。跑出来了，我是像我是日据哦光复后的那年出生的嘛，所以其实对这段历史我们也是空白的。伊若要上班的时候吼，起一口起一口，就听到咪听咪声，听咪声咧。周义雄甲两位文化界前辈坐做伙，现着文化手册，一边拉开讲，囡仔时代记忆拢总搁倒转来啊。住伫尾仔卡艺术家陈中勇看到武侠事件相关的相片，嘛想起较早尾仔卡就有一位日本人所起的白莲机场。雾社事件的时候，尾仔卡那个地方有一个临时日本人做的那个机场，啊、哦，就是白莲机哈，以前那个是轻型的飞机啊哈，会降落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去侦查，主要是侦查那个。物色那个地方的那个现场，因为经费的关系，目前文化手册就伫咧图书馆展示，并无来买卖。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会用利用时间前往图书馆来参观。今日要施工隧道，怀念着朴实的老玻璃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